师，还有各位各位参展老师，还有各位老师的学生啊，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老师的学生，还有我们的收藏家们，大家午安。今天天气很好，所以我想跟今天很多人都去郊游了啊。今天画展，所以说有时候说，画展，在天气好的时候好，那也有时候也不好，因为很多人他们会天气好会出去啊。那我想啊，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把一个画展办好，就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天气，什么样的那个，我们都是按照我们的一个规划去进行。那当然这个我们也了解，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展览，当然是因为我们上一次在香港的一个当代水墨展，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宣示啊，因为这一次假设大家各位有到香港去的话，就看得出来，这是香港当代水墨展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展览啊，因为以前我们办博览会都是掺杂了很多的一些当那个水墨或是油画或是有些甚至摄影啊什么都掺杂在里面，但是这一次的这个当代水墨它是非常有刻意的，是很有主题性的，很有一个目标性的，就是打当代水墨。那这个是在一般博览会是未曾出现过的，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算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范例。那我据我了解，可能以后很多的展览会偏向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也就是说很单纯的这一次是当代水墨，或是说这一次是当代的这个油画或水彩，会是尽量去聚焦，因为现在的那个这个艺博会太多了，就焦点都模糊掉了，所以他们会取向就是说用很单纯的一个诉求的一个目标去做。那当代水墨可以说是第一次这样办，那整个我们看到那个数值跟整个的场地是非常高格调的，所以说是一个相当成功的。那尤其他那一天的那个VIP 之夜，也来了那么多的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藏家，那也表示说这个这当代水墨是很多人在注意的，在关心的。那我们这一次老师带的众学生们啊，到那边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展出，可以这么讲，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对当代水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试金石哈。因为假设说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的话，它会有第二届、第三届一直办下去。那我们看得出来，它是一个成功的，所以说下一次应该还会再办下去。那我们也盼望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当代水墨，因为老师的这个他在最前面做了这么大的这个努力，这几十年来老师的这个付出能够看到现在开花结果，那是我们所想要得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啊。那现在已经看出来了，所以说我希望就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就当代水墨能够继续再发扬光大。那也因为我们这一批画当时是到香港去展的，那我们当时跟要去展的要去促成这个展览的时候，也跟各位有商量过，就希望我们在台湾也能够展出做一次的一个宣示。那很好的就是我们现在挑的这个时间点，那刚刚好是春天的开始，好的，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档期，所以说我们就办了这样的一个展览。那我希望就是说这个档期能够延续香港的那个这个声势，能够让更多人对这个当代水墨的这个喜欢跟了解。那这一次也很感谢，就是说这几位我们这几位画家哈，能够到香港去展。那这香港展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不管是同好或是收藏家，对每一个画家的这个都很想深入去了解这些画是怎么样去画的。我相信我们当时我们工作人员在那边有接到很多这收藏家就一直在问，像林向年的画，他很有兴趣，到底是怎么样去画出来的。那
这个也就是这个当代学徒的力量啊，因为他很多的技法，他们不像老师那样子哦，那所以说都很多人在想要知道哦，那不但是只有林佳莹，像那个苏老师的和罗老师的也都一直在问，所以我们很了解，就是说一个风格的一个建立哦，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呢，这个技法能够更能够吸引更多的人，那因为你有你的技法出来了以后，才变成你的风格，所以这样当代什么就是有老师这样带领了以后，就变成一个很有一个发展的一个空间啊，那不像就是以前的，就是一直师姑就是八股类的这样一直传下来啊，就是一直停顿在那一边，那所以这个我们真的很感谢这个老师能够带领这批学生能够冲出来，现在不但是在整个产业，就是当水墨的整个提升，甚至在拍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旗帜啊。现在尤其拍场都会以当水墨来做这个拍卖的这个先锋，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那很感谢各位今天能够到首都来欣赏各位老师的画作，谢谢各位，谢谢。好，各位长辈大家好，各位来宾。实际上台湾的绘画大家都非常了解，因为台湾受到台湾以往历史的影响跟外来文化的冲击很大，所以台湾的绘画一直都是多元的，从各方面，从日本的影响、大陆的影响、美国文化的影响都有。但是台湾的文化本身的绘画是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很荣幸能够在刘老师的那个指导之下，能够在这边用自己的一个新的观念，就是现代水墨呢，来寻找出台湾自己的绘画的方向。那很高兴，也很荣幸，就是说今天整组的同学可以看出来，他自己都找到了自己的一个格调，自己的方向。那这边非常谢谢老师给我们指导的一个观念和一个学习的理念也好。在一个绘画创作的理念也好，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庆幸的哈，也高兴我自己是刘老师的学生，从跟着刘老师，从以前的四春展，还有白胜张力展，到传光，到现在新传，一直下来我看到我们同学在进步，我们老师也一直在不断的在指导，那我们在这边说非常谢谢老师。那我们知道台湾的绘画市场除了展览以外，要一个经营这个市场是非常不容易的。那前几天我跟我们肖老板也在讨论台湾的绘画市场的情形那在这很不容易生存的一个环境底下，那我们非常谢谢首都艺术中心能够帮我们策划这个展览，那我们也是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这个今天天气这么好，这个阳光普照，这个我们今天看到各位同学的作品呢，比起去年又进步了好多，而且呢，每一个人的风格都非常强，这是作为一个画家首先要做到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刚刚这个逍遥先生提到的香港的当代水墨的这个博览会，这也是划时代，在如果是在去年我们都没办法想象得到会这个当代水墨画变成一个专场的一个博览会，说而且这一次博览会非常成功，说他们已经把今年的这个时间他们都已经把它定下来了，因为去年他那个博览会的时间并不是太好，刚好在这个圣诞节之前，
说是这个有很多人都出去这个旅行去了，说是都没有参加什么，就觉得很遗憾。这个过去我们讲的全世界有上千例博览会，水墨画在里面都是凤毛麟角，基本上都是油画。而现在这个不但是水墨画开始在其他的博览会里面多起来了，而且能够专场，说这跟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这个中国人先是这个释小龙，后是这个中国大陆，说都现在都变得民富国强，说是这个代表东方画系的水墨画已经受到国际的这个重视，所以说将来这个水墨画的发展，我们是可想而知，将来是会跟西方的油画会平起平坐，说这是东西两大绘画的这个不同的形式的一个并列，所以说今天这个谢谢这个肖耀先生，他不但是这个去年帮了办了展览，今年又就去年还参加了这个香港的当代水墨画博览会，现在又举办这次展览，这个而且你看到各位画家这个个人风格都强，而且都非常的完美，而且都是个人自己试验创造出来的这个新的技法，说给这个整个的水墨画将来增加了非常多的这个财富，所以说我也祝他们这个展览成功。好，谢谢各位。